老公瞪着大阳台，看着都勾着这阳台。肥瘦相间的，记得双击哦。红烧肉，真香。直播双击套肠，这个是熏套肠。好吃，肉，这是一个有想法的肉。不香，老公炖的脱骨猪蹄儿，老婆香不香？那还用问吗？蘸点油。给你。再来块肉，猪皮饼。好吃吗？好吃。